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大金嘴，台语安尼写，大金嘴。代志也未发生，就乌白乱讲，讲酒掺讲歹话，串讲拢讲一挂有诶无诶，互人感觉讨厌，都是大金嘴。伊都一支大金嘴，拢是讲歹听话，伫咧砖头真无受欢迎，人缘是有够歹诶歹。台语到底诶基地，伊见若开嘴就无好话，未输古早人咧讲诶大金嘴出西杯。西杯是早期无卫生纸，用来擦脚床诶滴仔片。大金嘴七西杯，就是一支嘴甲西杯同款，臭毛毛拢是歹话，所以大金嘴毛人讲是西杯嘴。啊，大金嘴是见讲拢讲歹话，啊若讲歹话，见讲见到，就是破格嘴，也就是乌鸦嘴。像讲乌鸦嘴好累累，见讲见到，乱说一通，每说必中。大金嘴的金阿金。舅妈也就是阿姑的家后，就是阿金。啊，那爸爸妈妈的阿金，那就叫金伯。过来金妈，男主对外人称呼家己姑的太太，也就是女主对外人称呼家里的弟夫啊，就是金妈。阮这个金妈同人而乐，甲一家大细拢安大家真好势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大金嘴，实在真趣味。